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颗我自己嫁接的香奈儿棒棒糖。它是一款来自法国的品种，这个品种非常多头，而且分支量也非常多，也非常勤花，而且非常的耐晒，做棒棒糖非常的适合，我觉得。这段时间我们这里有台风，所以说它经历了大风大雨，状态也不是最佳状态，但是勉强还是可以看看。这个品种还是值得大家入手的。